这个三大 H 和 HBK 两个人羞辱了一番 SmackDown 的团队，然后呢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了，这个阵容的确也是够强大的，还包括了科迪罗德、马克亨利、大秀哥、戈贝金顿，还有杰克斯瓦格。看看我们的强大阵容吧，真不错。看看大秀哥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运动员，这肯定能够吓唬人了。马克亨利，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，很好。戈贝金斯顿，前任的洲际冠军，前任的全美冠军，这个星期天你是我这边的人了。 Jack Swagger， 杰克斯瓦格。他们不喜欢你，不过我挺喜欢你的。杰克斯瓦格，这个全血统的美国之子啊，美国之子，美国之子啊。 American， 啊，他不想介绍科迪罗德。 And Cody Rhodes， 还有我科迪罗德呢。 Hey，你别着急，他还没说完呢。他刚刚正想说，若有几百万个有才华的人，再加上一个科迪罗德吧。That's funny， 真有意思。For the record， I'm not going to listen to a word either. 告诉你们，这个星期天的比赛，我可不会听你们指示。你们这两个队长只是有名无实。要是按才华来选。我才是当之无愧的队长，现场每个人都知道的。老实说，我可能根本不会把你们两个替换进场。你们知道我会把谁替换进场吗？我一个人就会把整个 SmackDown 队都击败。大秀哥听着不高兴了。Now look, Cody. 听着，科迪。